哎呀，太气人了。怎么啦？刚刚我带我们家的狗狗理发，花了我100块，昨天我自己才50块钱，你说上哪说理去？那你肯定有不如狗狗的地方呀。我哪里不如狗狗了？狗狗敢吃臭臭，你敢吗？我跟你聊天更气人。我告诉你哦，我真的吃了米饭哟。啊哈哈。啊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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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问题什么问题啊？说说看。3、8、5、4、6、7哪个大？当然是六一大呀，这还用问？嗯。那为什么大的是儿童节，小的是大人节日呢？这为什么呢？